北京便宜坊烤鸭落脚高雄，最快五月开张。香喷喷的北京烤鸭在师傅巧手下片成一大盘，这可是有600年历史的北京便宜坊焖炉烤鸭，即将在高雄设立全台第一家分店，最快五月母亲节开张，让民众不用到北京就能吃到道地口味。和便宜坊签约的合编机构表示，2年多前曾和北京全聚德烤鸭谈合作，但因鸭子取材问题而作罢。这次和便宜坊合作会用台湾食材，便宜坊就可以用台湾的鸭，我们台湾鸭比较有嚼劲，现在我会慢慢把它调整，再慢慢吃起来就是口感是一模一样。昨天便宜坊在香江码头餐厅办的北京粥试卖，烤鸭师傅也现场表演片鸭刀工，一角片到100片左右，现成的片大小合适，薄厚合适，口感是最好的。我蘸黄瓜的，我蘸糖的，把皮单片下来蘸糖吃也可以，蘸的葱、蒜泥吃也可以。未来便宜坊的烤鸭可能就近找屏东鸭，不排除用便宜坊的配方饲养，口味上可能会改用水果搭配，做出烤鸭新料理。邓新闻高雄报道。